黄宗泽邓旧爱拍拖开心 ，Bosco 出现啦！讲到旧爱胡杏儿同金庸才俊高调晒爱，似乎都冇乜影响到佢嘅心情。梗系恭喜佢啦，邓爱开心啦，系咪？呢啲拍拖开心事嚟噶嘛？闪婚就要做个大人情啦，或者拣个好礼物啦。拍拖了 ，Bosco 依然仲系孤身一人。佢就话因为自己要成日出埠做嘢，想稳定落嚟揾翻个女朋友都要睇缘分。我谂缘分嘅嘢，即系好鬼老土啲缘分嘅嘢嚟到都冇得话有咩地区性嘅啦。最紧要遇着一个沟通到啦，起码。